我操！哎，我不是人，不把我当人，这么不当人的。你会发现，你死活看起来也一样。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！但我是套猪啊，套猪啊，套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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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但我是套猪啊。录屏组行为，不要上升主播，本人概不负责。我在木屋。我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小门角落，小门门口。眼角的摸呢，说一下。走屠行的路，让屠行无路可走。我帮你拆树呀。哎，火空了，这个火没了。我帮你砍刀要不要？不不不不不，这个火没火拉过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有酒，我是有酒的，所以说你危险的刀我可以帮你扔。危险的。我这是有病。你就在角落绕吧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吃一刀。我抓你，你算了，走吧，你想走就走吧，我也不留你了。不服火，哎呀，弹刀，不知道，赢了，赢了，正常是两个刀，稳赢。都是有福的啊。机器人可能中毒了，要不我们把它抬进工厂里。卧槽，哎，我不是人，不把我当人，这么不当人的，第五人格这么玩游戏的。给你提个醒，调酒师已经调酒了，维修的也稍慢一丢丢。这么不当人的还能这么玩游戏呀，好累呀，再溜一溜呀，好了就就拆了。我怕我到房间睡。咬，不是电视吗？是不是电视？挂角落了。我这么当我面过板的，什么呀？这有病啊！这人，这种板子你还偷得过？我操！真没把我当人，这个人。双岛是不是也够了？双岛够完。人皇是调香。哎呦，还真双岛啊！救下来就行，记得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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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还想着那个了，哎，成成成，救了呀！再见，哎呀，再见，跟我没关系。黑双岛，谁跟你说的？必双岛？我不可能，我是英勇的战士。只吸两个火走。哎，只吸了一个火吗？我。咋回事，小老弟儿？我不救人，给现实救吧，我想保门血。那实在不行，等我贴大门呗。你不往四合六，四合两板子都下了呀，可是。死不了。哎，我摸了个香水，真不错。哎，等会儿你就。啊，我开在战场的时候满血无敌啊。等会儿你就贴大门行不行？我往。哎呀，我就防掉了。行，我就在大门。我下好了。干巴嘞！我进不了点了，这。好难受，我感觉。我看看了，我看了。我感觉跟我要能走吗？我能走吗？小树林，台香，没找到台香。我走吗？没找到台香，你等会可能要出来给他砍刀。在哪？小树林，你出。我去。他从我大门走，他从我大门赶，台香从我大门赶。
你先拿，我给他运换。哎，不，他不在，他很，那在你脸上，看到没？我看见了。哎。哎呀，还给香水不敢打。原地双弹呀，原地当做一个一百的安全的休息位就行了，可以开局头铁方先去分担压力的一个角色。而且原地还自带那座椅子，那确实比天然石香哎，真的。十年，那真比天然石香。我在人皇，你在哪？我海窝。茅厕，他的大船。我想补给。大船斜坡下去了，去那边了。没有，他看见是我，他不想来了。我去海边修了。那不，哎，这有个人，那没事了。那摸没人吗？嗯。哎，为什么海边还有喵？尴尬了呀。在封窗，有抽点吗？不，卷子你会发现，你只不看见一样的。亏了。一样的。关键觉得还不香水呢。没有。还能多回几次血呢？不，我还能溜，你忽略了。闪现好了啊！我还能溜。真的强，可惜他的道具依然没有改，可能策划也没想好他的道具要改成什么吧。要是开局有一个护腕也不错，其实，或者他椅子就不可修复了，对，半分钟拆一个椅子，就那种也行，一分钟。或者说你只拆一个，我干扰先吃修机了，我得把双十一拉走，得。还两。其实我可以不要治鸟的，如果这个先知是我的双排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以溜得更久。哇，原地真的比这个有用，我跟你说，香的一匹。都开了呀。我带了三级快摇，你再弹一个，哎，给个面子。哇，带了巨钱吧这人。我感觉最后这一段摇的比较慢，然后我最后一定死不了遗产，我最后。哎，反正就是不可修复那种。对，我要恶修，坚持修呢，你就不倒那儿就行，好吧？我一个火拉了呀，兄弟！波波，你这个没事，我一起修，我直接拉走了，我搏命。我拉走呗，我就二九年，大船往大船靠。不，我往木屋靠了。在木屋的话，我也不一定救你了。我咋救你？不，他不一定会挂木屋，你懂没懂吗？就是修多少了？看了。往木屋挂了，往木屋外挂了。我有坐椅子了，我坐椅子很久的。哎，这个加速酒，你都不喝了吧？哎，71了，你看。我吃出闪来了，闪现吃的还很晚的那种。我在想我怎么救。快迟到的时候和加速者可以双重加速，对，我操。哎呦喂，那没有办法了啦。哎，那不挺好的吗？这双加速导致你没有吃第二刀，能压好了，直接扯。哎，你直接往大门冲行不行？我冲了，再见，杀我。那你往大门冲，好吧，往大门冲，你就往这边倒。我就上船了，我就上小船了。把加速带管你，我估计能走地窖。小船地窖吗？还是双十一地窖？你讲讲。
你看一下海边有没有？没有掉的话，那估计我稍微留意一下，稍稍留意一下。你看一眼，地角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我拍不到，我拍不到。都没有，都看不见是吧？都看不见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大金刚亏了，其实，但是效果还是好的，你就赌吧，就这两个就行了。灌木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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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灌木屋。哎，我就走地窖了，闪跑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原地效果比条线好多了，真的，真的效果好多了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溜鬼还是没什么问题，我这把是第一次溜，我白给了那一刀，本来按道理是个蹲的，那个时间玩的，原地玩的太少了，没搞好啊。哎呦，继我开发了这个条件师以后，回到把它升级了，把它升级为园丁，以后我也要用园丁了。